防弹少年团自从宣布暂停团体活动后，成员们陆续入伍服役或是发行个人作品。日前成员 V 被传出正在准备 solo 作品，而近日竟有评论家剧透 V 的 solo 作品。该名评论家表示，自己听了 V 专辑中的几首歌曲，因为有公司立场，所以不能讲得很详细。但我听完觉得很惊讶，被认为是 V 作为歌手的再发现，歌曲真的非常好。V 本身的声音就非常有魅力，但在这次的专辑中更加的发挥了，真的非常自然。还更强调，如果好奇就敬请期待吧。还有我现在不能说的理由，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，应该会让大家吓一跳。这段发言就引起外界高度好奇，众人都相当期待 V 的 solo 作品。